农业相关消息，是来了解品种贩卖如何做有机栽种的农民，给专门做养殖草，给用做林文种，给用养殖草栽培起有限的时间种风头，因为慢慢唔像万丹香，系专门种风头的战器，莫咋是为机器和机战，所以从种到咋修做前头个手工，还不跟小工按照昂古风头，唔过。你也了解昂古风条，因为完全用手工做的 TPT，所以电都很难收到用钱的种植。由老经验的北美来带头，提甜度的锯下来，一刀一刀的吞风条的割下来。割下来的凤头诶，爱麦比脱壳，各用天山屯壳采走。万万农民林文勇讲，纯手工来做，沿路手艺很硬诶，假使无碌砍人支持伊，伊即家也做唔赢。哦，因为每种啊提红豆的战区哦，种啊提慢慢提起啊，因为慢慢提起，因人种凤头的人过少啊，所以变啊吼，伊机还唔来，所以咱我变啊吼，娘都用手割咯。我过来无法拄啊。体会吼，啊，唔拄好诶时间，遐球又搁夹走，你爱先处理迄地，啊，抹起来，也没问题啦。对呀，对外头也能洗头完，没问题啦。一粒粒养育饱满的凤头诶，如何让昂古种出来嘅林文勇如何相爱种出健康安全的凤头诶？唔过伊也希望有机器人有限时的来提天数，希望真件做啊个开。客家新闻潘神峰，屏东报道。